为国会一堵。哦，时代广场是统一做的。哦，我常常看到迄班级啦，看到迄、那個，看到迄、那個，统一班级，迄是讲时代，迄是迄种迄个迄。台北是统一班级。前方测速照相速限60公里。哎、欸，安那无啥去咯，无网路啦。看袂出来。网路断掉。是台湾的百年基因，我们感念百年来前辈先贤的牺牲奉献，更重要的是。感谢台湾全体国人及朝野各党派对民主信仰的坚持，最后敬祝中华民国台湾国运昌隆，各国民台湾安逸昌盛，全国乡亲父老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平安顺心，宏图大展。中华才有法度啦，你去搭个搭的无够力，拖袂行。哦，啊，伊条路是轻轨咧行的啦。嘿啦，对无？嘿，伊才会拄去搭铁路啊，伊才要港口的铁路啊，在迄落迄运的，迄车啦，迄车五分的铁路。这首侨胞代表。已经到平素了，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外界。对啦。这个时阵不知道外界。那若要扫钱，加油站这个都会在电脑啦。一部分伊来扫钱，加油站来较近、较近。是侨务咨询委员，原涉及在台北，现在侨居于南非，目前担任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器官协会的会长。是无声，讲到无声了。这话大声，真正是变无声了。非洲执行总，这个所在无话大声，无委员会的执行长，风扇未出。陈委员。这栋嘛特殊的啊，老大楼啊，这个几栋拢是特殊的了嘛，啊八五边啊了嘛，八五啊，八五大楼边啊，然后这区也特殊的了吼，哦，艺术的大，艺术外观啦吼，知名度及良好的社会声望，协助政府推展台匪间外交及侨务中当呢，中当他到封台湾总部呢，中当。在其他市哦，贡献卓著。一条爱河风景区，一条爱河长城欢迎。侨胞代表陈千惠致辞。我是徐若卡呢，这是老邱呢。这条什么路？拄好我想到这条，什么路要去？这条成功路啊。成功路。成功二路啊。哦。